人为什么要判给啊？嘉玲，我怕被亏。嘉玲，你们干嘛？组长，你要完成啊！张嘉玲已经全部条命啊！嘉玲，你猛来松开啊！我马上就要解决，等一下我传一个相片。你别过来！贫血这是遗传性疾病，大哥有这个问题，少强你敢无？我无啊，我健康宝宝好，我定来你关怀呢。啊，你是安那小芳会有地中海性贫血？李小平，你哪能干安尼啦？你手怪，你个手指。应该是我的，你幸好啊！你幸好啊！放手啊！你在创啥？你放手啊！我警告你哦，你再轻下动手哦，我就把你送警察局啦！你这个人，每一个我拢要帮你刷。人为什么要判给啊？嘉玲，我怕被亏。嘉玲，你们干嘛？其实你考劝我，只不过就是讲面对我的时阵，你心内较好过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我嘛无唔对，因为我是恁爸爸。你唔是，阮爸爸甲文松早都已经死啊！少峰，你敢点名？组长，你要完成啊！张嘉玲已经全部条命啊！嘉玲，你猛来松开啊！地中海型贫血这是遗传性疾病，大哥有这个问题。少强，你敢无？我无啊，我健康宝宝好，我定来你关怀呢。啊，你是安那小芳会有地中海型贫血？啊，我出去，还无去啊？手机，你莫紧张，我帮你倒水。那金金的物件是不是你的手机啊？武强，三林，我马上就要解决，等一下我传一个相片。你别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